伊毋是第五间，因为我有心袂用个请我来店嘛。不管怎，我袂用安尼就放弃。 经理，虽然我即马有心，啊，我嘛无销售房屋的经验，啊，我嘛了解讲样品屋的附近是工地，会有真侪砂石车出入，会较危险。不过请你放心，这拢袂去影响到我，啊，我的囡仔伊真乖，嘛袂互我身体无爽快。假使讲恁若是烦恼讲我身体有问题，需要有责任，我嘛会当签一张切结书，向恁保证讲，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我拢会用个家己承担。 我干那拜托你，希望你会当互我来遮上班，我真正足需要这份头路的。是。对啦，那毋是拢讲囡仔会带财，假使你若互我来遮上班，无得靠遮的贱人会袂了搁较好，甚至销售一空哦。好啦，不过做销售人员爱带人起来看厝，较需要替咱的。过去你是直接来做行政专员。 现场业务的行政工作都交予你啊，不过有敢若有底薪甲真低的奖金卖安尼，毋知你敢有愿意？愿意，我当然嘛愿意。你肯互我来遮上班，我一定就感谢。好，安尼明仔载就去来上班啦。多谢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学，好好做。 大兄，啊那你一个人？大嫂嘞？恁二嫂昨日房间内面使性地啦，害恁大嫂规下拢无困好，我无叫伊，我加管一寡。啊，厝内底拢乱糟糟啊，你还阁真自在，有心情看册哦。那看册，那想办法解决问题啦。啊，你嘞，你有啥物建议？ 我想要去李嫂检查过的病医找医生，问看卖李嫂到底是啥物状况。医生无可能哦，凊彩甲病人哦，会状况讲互你知呐，安尼是犯法的。我就是想要试看卖啊，啊无你认为应该安怎做？你想嘞，恁李嫂是毋是真无简单才有心嘞？ 那你应该对伊巴肚内边囡仔的性命，为啥这个囡仔会出问题？大兄，你敢会怀疑李嫂是超工的？无可能啦！阿妈一直希望讲会当有一只金珠宝宝啦，就算讲恁李嫂管我针对恁大嫂，伊嘛无可能安尼做，安尼做袂好。啊，大嫂早顿会检过塔，你马上去检验，确定物件无问题。 我实在想不出别个原因呢。恁李嫂去病医检查进前，人看着好好啊。这囡仔应该毋是熊熊哦出问题，所以我咧想，上可能的是，这个囡仔早就出问题啊，只不过伊家己毋知啊。是啥物原因？上可能的是，伊家己无注意食着无应该食的物件。啊，毋过李嫂有心意哦。 病假真严重，啊，胃口一直真歹，食的物件大部分嘛是大妈准备的。安尼，咱为遮开始调查，恐惊对大妈真不利的。这无什么好烦恼的，阮妈无可能哦去害孕妇啦。不如咱从为遮开始调查，了没有？你去厨房看卖，看最近有买什么菜，咱食一食。好。 你嫌我遮尔早就咧开讲哦？哎，啊！你今日变上班呢，要不要加困一下？我困袂去啊，规天脚拢是晕晕伫咧房间，啥物件的声？伊若是阁毋食应善的药啊，我惊最后会去影响到伊的身体。
志明，我去甲玉如回信嘞，好不好？免啊。你哪会这么固执啊？伊即卖是故意来使性地啦，无理取闹。你叫回信嘞，计去用糟蹋尔。我是你阿公，实无可能看你去用糟蹋。是啦，大嫂，你着听大兄的，伊一定咧想办法要解决这个代志，向你一个清白。我的清白当慢慢仔才行，啊，不过玉如的身体袂当拖，我去好不好？你先坐来。你是不是想讲我的拖真久，我差袂多正常啊？是啊。那你是不是对我有信心？有。有，你要乖乖听我的话。该需要你去人回信的时阵，我会叫你去。啊，不过即马时间还袂到，你着爱乖乖听我的话。哇，大兄，你拄只安尼好 man 哦！哟，我甲恁兜用钱比咧。嗯，你汉草属于真济啦，哈哈。嗯，爸啊，你哪会捌甲大家拍招呼啊？哦，嗨，歹势啦，我想讲哦，我要赶紧去哩看玉如姐啊。我先去了啊，拜拜。奇怪，这宝奈态度那就奇怪。啊，伊吼，拢无介意大嫂，可能看到恁才无加讲话啦。唔对，伊唔是歹出来，伊是咧逃避，而且伊看起来足心虚的啦。你想看卖，伊甲韵如的感情怎样好着？即卖韵如的囡仔无去啊！伊看到嘉云弟的，应该来骂嘉云就对啊。啊，不过伊却无安尼做，这真正反常啊！这，你安尼讲，敢若嘛是呢？阿宝那平常时明明就少侪话，最近我甲伊去健身房运动，伊甲我讲话却吞吞吐吐。问伊陪李嫂去病院看医生有啥物状况，伊嘛讲无啥会出来。啊，是伊知影什么秘密？秘密？有可能。去吃早餐好不好？想到我跟阿孙无去啊，我都吃袂落啦。阿妈，我知影你的心情无好，啊，不过袂当，甲你家己的身体袂得过啊。恁阿公某连冲煞拢唔惊，阁会要紧我这个老太婆？阿妈，我骂你确实想唔对啦。啊，不过韵如的囡仔出问题，这一定有原因的。我嘛一定会查到原因，来证明这件代志跟我无关系。哎呀，是啦，阿妈，啊，你着陪我吃早顿啊，我无得靠你看我吃，巴肚就会枵啊。我先坐一下。啊，恁李嫂嘞？李嫂，可能搁咧休困啦。温韵如吼，才无遐尼好命。韵如昨暗使性地，到志文不知影闹到几点。嘉云，你唔肯甲伊回信的，伊阁唔肯做引产手术，这你敢唔知？我知。你知你搁咧拖，囡仔已经互你母甲无去啊！连韵如你嘛要害死，你才甘愿信？明珠，你莫愈讲愈过分哦。好啊，无我换一个讲法啊。嘉云，我知影你真铁气，唔相信冲煞迄套。啊，不过囡仔死伫巴肚内无提出来，迄对韵如身体是真大个影响呢。你敢袂较好心的去甲伊顾正一下？哎，
我拢已经开嘴安尼，你搁咧丢毒。我看吼，你是春闷，爱囡仔留伫韵如的腹肚内，让伊身体愈啊歹去，以后拢袂死，你才甘愿啦？明珠，这样哪有可能安尼想啦？无我就好啦，无你叫伊去家己回室内啊。我会去，啊，不过我要先讲个清楚，我去家韵如回室内，是为着韵如的身体设想。 便无代表我认为我有做唔对代志，凊彩你啦。非得吼，恁大家新妇拢认为家己无唔对啦，我早有惯势啊。只要阮新妇的命保会着，以后会用搁有心吼，我阁阿弥陀佛啦。我不准佳云去甲韵如回去嘞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佳云无做唔对代志，为啥伊爱回去嘞？无人会靠近韵如嘞。 你敢有需要这样计较？不是我咧爱计较，是韵如袂当安尼威胁佳云。哎呀，我知韵如巴肚囡仔无去啊，伊人真艰苦。不过咱袂去顾在伊，伊想要安怎就安怎，伊讲啥就是啥。即马代志发生啊，无应该亲像你安尼，甲代志咧塞来塞去。咱应该想办法解决啊，啊无即马代志敢解决？你讲得遐轻松啦，惠弟，艰苦的不是佳云。 唔甘要嘛，唔是你啦！你是大家，你若唔甘，你的新妇应该好好苦劝伊，无应该爱佳云为伊某做代志才负责任。你若知影要求，那你韵如嘛为样看伊？为着咱林家好，请你莫安尼做。你是你家是外甥？妈，你有看到吼？大姊，你给我姊妹安尼对我讲话是？ 真歹势，我无应该用这种态度甲你讲话。按我做人红婿，就应该有做人红婿的肩胛头。我娶佳云，不是要回去。我不准你去回去嘞，好出。行。唔去就准倒煞啦。 去考考韵如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好嘞。韵如姐。 你看起来就无爽快，我无代志啊。你要继续安尼硬紧哦。你若是要陪我，你就点点坐啦。啊，若是要讲一句我无爱听的，请你出去。来，来，水果，来，起来啦。 这药啊，吼，啉落去，水宝的，听话啦，紧的啦。大嫂嘞，我唔知影。伊人要来搞回事嘞，我就把你瞄啊。云如啊。 啊，大嫂是毋是来回室内哦？迄根本就毋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哦，你赶紧把你的身体养好，这较重要啦。韵如，你莫搁安尼折磨你家己啊，好不好？咱将来日子哦搁真久长嘞，你毋知搁咧身体养好，咱毋知会当有囡仔。你安尼哦，毋若这折磨我呢，你安尼更加是折磨你家己。韵如姐。 你看志文哥这样子烦恼，你就顺伊的意，先甲身体顾好啊。看你是要讨公道，还是要出气？等身体养好以后，早就倒我拍算嘛。而且你莫忘记啊，医生有讲哦，你若是去伤着根本，以后想要有身，就不这么简单啊呢。你点点啦。 伊嘛袂记啊，医生有讲哦，
你若是去伤着根本，以后想要复身，就无这么简单啊呢。你点点啦，韵如，宝娜伊讲真有道理啊。哎呦，你何必呢？你何必就让家己安尼袂得过啦？韵如，妈，阿妈来看你啊。阿妈。明珠讲，佳云若无来核实的，你都无爱吃药啊，嘛无爱给医生看，你安尼是要糟蹋啥？阿妈，我隔日把咱明白已经三年过，怎无看到有这个囡仔呢？我这么疼伊，这么期待伊出世。啊！不过因为大兄甲大嫂因的自私，害着我的囡仔。我敢要爱因来甲我回心嘞，不应该。就算佳云照你的意思来回心嘞，又搁会当安怎？囡仔无法度活起来，你心内遗憾嘛是还搁在。你甲看，都因为你的坚持。厝内面每一个人安尼由头到尾，你看了袂不甘吗？对啦，韵如，阿妈讲了无唔对啦。迄志明甲佳云，因两个根本无要无紧啊。你安尼身体拖的，是伫折磨阮啊。乖啦，听妈的话，咱先莫甲伊计较，咱甲身体养好，赶紧搁有心，安尼才有意义啊。我知，我唔过我就是唔甘愿，我无想要阁听恁的苦讲，实在真哩刺激。人活着，上重要的是家己想会开啦，也若无吼，艰苦的拢是家己，你心疼。阿妈无法度替你听，我的话，你家己再想看卖，希望你想会通。阿妈，你有要紧无？我袂要紧啦。阿妈，我先扶你房间歇睏啦。医生是要从啥？伫咧这间厝，啥物话该讲，啥物话无应该讲，你敢袂唔知？歹势啦，韵如姐，我是想要关心你，才会无说你讲出医生的交代。你敢讲？是讲韵如姐，以你即摆的状况，你确实是需要食药啊，看医生啊。安尼身体才当好完，你确定你要继续安尼过去？我知影我身体袂用阁拖，啊，毋过一口气，我就是吞袂落去。毋过我腹肚内个囡仔，是毋是因为坚果塔，还是姜，一直拢是甲大兄、甲大嫂因结婚个时阵无守规矩关系。我干哪要叫伊把我的囡仔回失嘞？敢有啥唔对？好啦，你讲无唔对，就无唔对啦。是讲我阁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我拄仔起来时阵，拄到志明哥甲吴佳云，啊，唔过志明哥看我眼神足奇怪，未出是知影啥物代志啊？无可能啦。假使因真正知影，就会直接讲啊！你莫想遐尔济啊！就算是无，伊嘛一定咧怀疑啥物，这我会当肯定。飞弟，你较细腻。你讲了嘛是有道理。你把我包包摕来。哦。
摕去。玉如姐，你哪当安尼做啦？大家若是认为讲是我把你的囡仔害死的，一定会帮我刷的啦！你哪当安尼啦？你这摆是在讲啥啦？你又是叫我替阿姨担罪？我叫你担罪，对我有啥物好处？我敢那是要叫你家己淡掉。哦。起个翘起来啦！哈？翘起来啦！哦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即卖身体状况是无适合出门。你把这包放在你的包包内面，早出去外口等，等愈远愈好，千万袂当让人知影。我到这个囡仔是因为叫才无去，知无啦？是，我会处理好。你要上哪走？进去呀！老公，若是我回一句实话，咱互大家听见，那安尼我回一百句嘛不要紧呐。我讲老婆啊，你真正太过天真，太过单纯啦。啊，还有韵如，就是咧等你开第一次。安尼，伊唔只有借口，会当甲大房正式开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若约了无唔对啊，因就是爱你主动甲室内即句讲出嘴啊。那你阿妈就会对你还佮我妈误会愈来愈深，甚至怀疑你的人品，到最后对你彻底失望。啊，不过你吵吵闹闹嘛，唔是办法啦。阿妈规个人拢无笑容啊，脚袂着就头壳戆，佮安尼闹落去。我给阿妈身体早晚也袂康健，为着阿妈的健康，我甘愿让伊误会。阿妈的个性你嘛了解啦，到最后伊若知影讲是误会你，一定会艰苦到困也困袂起，食嘛食袂落。那恁是要安怎才好啊？除了阿妈，还有你甲志文的问题。志文拜托我厝边，你坚持拒绝，我惊伊对你会无谅解。志文啊，伊是息事宁人的个性。而且又搁疼阿母，唔再顾在韵如安怎袂乱母，我当体谅伊的心情。啊，不过我嘛爱保护你，保护妈。伊若真正无得体谅，那恁我们无法度。啊，不过我无希望恁兄弟爱感情受到影响啊。放心啦，我是智慧型的手机哥呢，我一定会替小青挖你查出真相，听你一个清白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伫咧计划啥？对啊，我是在计划，计划咱是要生十个，还是生八啊？拢什么时阵啊？搁有心情搁讲生笑？对啊，不管什么时阵，你的笑容对我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好啦，老婆，你个世界行行，我是要去踅街，还是等阿头厝看卖弄个？你叫我离开，是要调虎离山哦？哎呦，真正什么代志拢无得阮瞒你呢？回头照我讲去做就对啊。哪里你咧？我咧只守株待兔啊！我若用料无唔对，连袂应该有只笨兔子经过家，自动落入我的天罗地网。笨兔子，你是咧讲啥啊？等我抓到你就知。去，进去啊，乖。